王世杰告诉本公司记者说，这项年会将从28号开始到31号结束，有16个国家的代表参加。王世杰说，这是我国正式加入这个组织第一次出席理事会的年会。他并且透露，第20届国际技能竞赛大会今年9月将要在马德里举行，我国也要派选手参加。在这次的理事会里，将要对20届国际竞赛大会的细节问题提出讨论。